招牌，对，什么呀？PVC 啊 ？PVC。他上次给他切了一版，然后他说这个他的图案就是更精细一点嘛，他怕我们精细的那种什么拐角什么切不好。你也用的这个手机啊？我把 Betty 的借过来了，这是万能神器。其实我们讲话会录进去的，为什么？这个是叠好了是吗？